一星期一本书，再忙也不忘记充电。各位好，我是珊珊。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，女孩嫁给了心爱的男孩，结婚后却懊悔不已。当初男孩信誓旦旦地承诺，婚后一定会努力给她更好的生活。结果生了孩子之后呢，带娃的是女孩，要赚钱养家的还是女孩。真的只有结婚之后才能看清楚一个人吗？不是的。女孩回想起他们恋爱的时候，其实就应该清楚这到底是不是所谓的真爱了。一遇上节日，男孩都会说，等我过一阵手上宽裕了，一定给你补上一份特别的礼物。他口中的过一阵却是遥遥无期。女孩生病的时候，男孩只会不停地在电话里说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撑不住了就去医院。可是明明他们就在同一座城市啊，一个只会整天在嘴上说爱你关心你的人能有多爱你呢？评判一个人，不要光看他说过什么，要看他做了什么。作家林清玄讲过一个在他儿时，他的爸爸长途跋涉带肉羹回家的故事。爸爸去很远的凤山办事，中午在市场吃到了一份异常美味的肉羹。当时那个年代没有塑胶袋，为了能把肉羹带回去给妻儿尝尝，林清玄的爸爸特意到附近的五金行买了一个铁锅，然后转回肉羹摊，用草绳绑好，提着铁锅回家。从凤山回家的路颠簸不平，平时空手坐客运车都会晕头转向，更别提还要提着满满的一锅肉羹了。担心肉羹洒出来，爸爸全程把铁锅夹在双腿间。虽然十分小心翼翼，等他到家的时候，肉羹还是溢出了一半。如果不是这半锅历经艰辛的肉羹，他们也没法那么深刻地感受到爸爸珍贵的爱意。因为肉羹里加了一种特别的佐料，是爸爸充沛的爱以及长途跋涉的表达。就像林清玄说的，爱是需要用行动来表达的。与爱同等重要的是努力的实践和真实的表达。没有透过实践和表达的爱是无形的、虚妄的。一个人值不值得深爱，不要看他对你说什么，而要看他做了什么。前两天朋友圈里有人感慨，微信好友3000又如何，遇到困难的时候能联系会回应你的人又有几个呢？发这一条动态的人是我老家的邻居陈叔。陈叔做了很多年的服装批发生意，前些年生意好的时候是村里的中心人物。让陈叔最得意的是自己人脉特别好，不管去哪儿他都有不少兄弟和熟人，大家也都尊称他一声陈哥。今年因为疫情，陈叔两个仓库里积压的货都没有能卖出去，厂方三天两头的就催他结账。平时那些跟他称兄道弟的人，怕陈叔找他们借钱，一个个都避而不见，躲着大吉。打了一圈的电话求助，最后只有两个朋友二话不说就给他汇了款。那两个人是他早期和他一起创过业的人，尽管他们后来很少联系吃饭，但当初那一份一起打拼的情谊却一直在。有句俗话说，假朋友动嘴，真朋友动腿，再认同不过。有时候我们费力地去拓展人脉圈，看起来朋友很多，但是真心的却没有几个。这样的好人缘其实不要也罢，人缘是好是坏，情谊是真是假，
共一次患难就知道了。值得骄傲的从来不是你认识多少人，有多少表面上的朋友，而是在你遇到困难时，还有多少人愿意挺身而出。朋友不在多，有几个知心的就足够。一个人值不值得深交，不要看他在你辉煌的时候如何待你，而要看在你人生低谷时他如何对你。江西省修水县有一对比较特别的夫妻，丈夫不管是开车拉货还是下地干活，都会把妻子带在身边。白天出车就把妻子抱到副驾驶上，去地里干活就一只手扛着锄头，一只手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妻子。把妻子带在身边，丈夫心里才觉得踏实，因为自己可以随时照顾她，知道她的需求，时不时地跟她聊聊天。晚上回家，她帮妻子按摩做锻炼。十几年间，他们没有一天分开过。丈夫名叫樊南星，妻子叫张慧云。2005年的时候，张慧云被诊断为渐冻症，那时候他们的两个女儿都很小，大的5岁，小的才1岁。既要照顾妻子女儿，还要赚钱养家，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压在了樊南星一个人身上。因为没有车，要带着妻子出门很不容易，樊南星特意找了一份开车拉货的活，这样既方便了带妻子去医院看病，又能一边工作一边把她带在身边。这个男人不会说过分好听的话，他只知道既然结为夫妻了，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负责下去。樊南星答应过妻子要脱贫，要一起过上好日子。这两年他种了20亩桑蚕，还养了几十只鸡和羊。2019年12月，樊南星终于如愿，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买了一辆新车。妻子想去哪里玩，他会努力实现他的愿望。张慧云很想去西安，对目前的樊南星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，但是他在努力守护渐冻妻子15年，这个男人没有怨言，脸上总是挂着笑容。有句俗语说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但真正的爱人是不会那么容易被冲散的，在坎坷面前他们会紧握彼此的手。宁可相信你看到的每一件小事，也不要相信空谈高论。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值得你深爱，不要看他嘴上说了多漂亮的话，而是要看他行动上的付出。一个人值不值得深交，不要看你处于顺境时他的态度，而要看你经历坎坷时他的选择。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，不要相信好高骛远，要从小事看起，从低谷期看起。愿意陪你笑的人很多，可是情愿陪你哭的人却是寥寥。你辉煌的时候，在你身边的人不一定代表着有多珍贵，但能够跟你共患难的人却一定很难得。他们也许不会说很多的甜言蜜语，但却一直在默默关心你，爱你。如果你的身边也有这样的人，那就好好珍惜吧，告诉你心里的那个他，因为这样的感情实在很珍贵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喜欢，记得在文末点个再看。我是珊珊，听完早点休息，晚安。